好，第一次来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知道这个 CoSCUP 这个场合是比较以 Web 跟 Open Data 为主。那其实，在游戏产业里面，我们也一直有用到一些 Open Source 的一些project， 包括这些很热心的他们的贡献，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主题，就是如何用 Lua 来建造一个 Component Base 的一个架构。然后用这个架构可以来做游戏 App 这样。好，那前面在场应该有一半以上的是刚刚有听这个欧文他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所以应该对 Lua 比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就很好，我就不用再介绍太多，我就接下来讲。我今天大概就是因为时间很短嘛，那刚刚你们如果有在简介里面看到说，这个。这一场演讲有包含 live coding 这件事，就是看等一下时间，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请大家忘记这件事。那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些实际的 demo。好，那今天我只讲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component based 的这个 lecture， 那第二个就是讲 Lua 这个东西。好，就是讲这两个。那一开始的话，就要先跟大家讲的就是 component based 的这个东西。那要讲到 component base 的话，就要先拿它的前辈出来比较一下，就是所谓大家都很熟 OOD 或者是 OOP， 就是当然就是物件导向，它为什么它在使用它上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十年以来，可能就是物件导向式的程式设计是非常就是算是一个主流，尤其是在游戏的开发领域里面，那它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范例来跟大家解释。好，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我大概带过。那一般的物件导向是就是你要有 class， 就每个东西是一个类别，然后你可能会有继承体系，然后会有虚拟，会有多型。那通常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会把它叫做是一个以继承体系为主的这个架构，就是 inheritance based， 就是什么叫继承体系？就是如果你爸是王永庆，那你继承下来的话，你今天可能就有很多钱可以去做创业，那你的继承体系可能就是就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但是你的继承体系当然就是它会有它的优势跟它的劣势，都会一并的继承下来。那你可能到了你这一代。你有一些东西你不想要上一代的那些继承下来的东西，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摆脱它，就是会有很多的限制在。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跟在软体设计的架构里面是相同的。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在游戏里面，大部分游戏可能都会有这两个类别。Player 跟这个 Enemy， 就是 Player 大概就是指这个玩家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不管是一个实际的角色，还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神之手啊，不管是什么，就是玩家扮演的一个东西。然后当然你会有你的敌人，这样对抗，大部分游戏都会有这些东西。好，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向上抽取一个层，把它变成 Class 这样子，就是它上面都会有一个副类别叫做 actor， 就是他们都其实都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演员。那这些人他们虽然是阵营不同，然后互相对立，但是他们当然会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共享，包括他可能有 HP， 他有 MP， 然后他要必须可以行走，然后可以跟这个世界碰撞，然后他可以做一些互动。所以这理所当然，就是对于每一个有学过程式设计的人都可以很直觉想到说，这个一定可以把它变成有共通的。那你有共通的东西抽取出来，你当然 player 跟 enemy 那边就可以少写很多重复的 code， 这个是很自然的。好，那我们再把它再向上抽取，就发现说这个 actor 它其实有很多的行为是可以抽取出来。例如说我希望我的这个角色是可以行走的，那我就可以把行走的这个行为抽取出来，变成一个 walkable 的 object 这样。那里面你可能可以定义的就是 move， 就是移动，然后行走或者是跑步这些相关的这些行为，然后再加上它的相关的这些成员变数，就你就有它的 property 跟它的这个member function 去定义出这个 class。
好，那有了这个之后的话，因为它需要跟这个世界产生互动嘛，不管是玩家用你的手指或者滑鼠去点击它，或者是它跟这个游戏世界里面的碰撞，哦，我们就需要碰撞的这个功能存在，所以可能你还会有再把它抽取出来一个这个可碰撞的这个物件。好，现在看起来都是一切很美好，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哦。大部分用物件导向的人，就是用到这边都会觉得说，哎，没错，我就是要这样子把它抽取成这个所谓的抽象类别。抽象类别就表示说，它跟我们的 context 是没有绑在一起。今天不管我把它放到哪一个 context， 这些抽象类别都可以再重复利用。没错，这个就是 OOP 和 OOD 的精髓所在。好，但是今天假设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游戏，哎，我们希望这个角色它不是只有能够行走，我们希望它可以飞行，哦，希望它可以飞行，像这样，像这个游戏，就是，可能有些人有看过，就是，哎，它可以，它标榜就是这个游戏可以在里面飞行这样子，就是刀剑神域。好，所以我们就需要再加一个 flyable 的这个 object 这样子，这个物件是可以飞行。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不管是玩家或是敌人，大家都是可以飞行，又可以行走，又可以碰撞，哎，这很合理哦。你可能建造就是一个像妖精世界那样子，那每个人都有翅膀，然后可以飞行。好，到这边为止，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天问题来了，就是当你想要制造出一种敌人或一个角色，但是他只能飞行不能行走的时候怎么办？哦，如果今天有一个 flying enemy。但是它，你要定义它只能够飞行哦，只能够飞行的时候，那不能行走。我要怎么做哦？如果你是用这个继承体系，就是一脉相传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哎，卡住了哦。你可能有一个 fly 的这个动作，你还要额外去判断到说，哎，如果今天我是这个 flying enemy 继承它的话，那它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你就要用设一些奇怪的 flag 哦，然后设一些奇怪的条件去跟大家，就是去提醒自己或其他的。跟他们讲说，不要去对这个 flying enemy 做行走的这个动作。好，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解法。那另一个解法的话，就是我再把 actor 那边再把它另外再做一个 flying actor， 然后这个 flying actor 它其实跟 actor 很像，只是它继承的对象不一样，它就不要再继承那三个，而是只继承这两个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这两种解法都有人做，那其实在游戏领域也很常见，只是这都不是很好的解法，因为你发现你做到后来，你会发现你的特例非常非常多，你可能今天要一个会游泳的生物，然后只会游泳的生物，或者是只会游泳跟只会飞行的生物，然后那个组合都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继承体系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单纯的这个继承这个架构没有办法满足游戏里面这种多样化，或者是企划设计者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今天突然跟你讲说，我要一种生物，它只能够在这个树丛中这样爬行，然后它不会行走，然后它某一种状况下会飞行，那程式设计师可能就是很头大，因为你的继承体系写这个样子其实是很没有弹性。那我们来大概的归纳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 inheritance based architecture， 它当然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去看一些 open source 的引擎，你们就会发现大部分它的继承体系架构是非常深，就是好几层这样下来，然后而且它里面都错综复杂，会让你很难去理解它的全貌，除非你把整个 class 全部的体系都看过。哦，你很像是你要去翻一个人的这个祖宗十八代的族谱，哦，你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当然在 OOP 里面最恶名昭彰的就是所谓这个钻石环的这种继承体系架构。这个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设计者，你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但如果当你的这个东西让别人去使用、让别人去维护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没有了解这整个体系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情形，然后也无可避免会发生 copy paste 的这个 call， 就是虽然大家如果有写过程式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里面，我们应该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情形的发生。好，然后就会有到处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你会设很多的 flag， 然后去阻挡那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哦，就是说，我这样子，我虽然是继承下来，但是我不应该有飞行的能力，或者说不应该有行走的能力，这些特别的 case。那写，当然会写出很多的所谓的 magic 哈，就是你放一个注解在那边写说这个是 magic， 然后不要去 touch 它哦，然后我不知道它怎么运作的，那我只知道它在 work 哦 ，it just work 这样子。那这种东西写多就是很令人害怕哦，那你也会收到很多这种后续维护的工程师的那个怨念诅咒哦，就是会告诉会你可能会觉得哪一天你睡不好，就是有人看到你的 code。那 OK， 好，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就是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个 OOP 这个前辈的一些缺点，好，那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 Component Based Architecture 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好，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功能游戏里面所需要的这些功能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游戏元件，那就很像是乐高或是积木这样子，一块一块的积木有它各自的功能存在。那有了这些组件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data driven， 就是资料驱动的方式来定义出我们的游戏物件的这些生成。一个游戏的物件，它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游戏元件来储存。然后在很多人可能都看过 design pattern 里面，其实这些大师有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应该要比较喜欢去用这个 composition 这个东西，胜过于 inheritance 哦，就是这些在做这个程式设计模式的这些大师，他们其实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就是物件导向虽然有它的优势存在，就是它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观念很接近，然后可以直接套用到程式世界里面，这是很直觉。但是其实它就是会有我刚刚提到那些问题存在，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要尽量的去使用组合的概念哦，不要就是尽量少用这些继承的概念哦，你可能会继承下来一大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组件式的架构的一个优势。好，那我们再重新回来看一下前面的那个例子。今天有 player 跟 enemy 这两个游戏物件哦 ，game object 存在。那这个 game object 里面，他们至少就是要有这些基础的功能哦。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刚刚都是分别继承是 collidable， 然后 walkable 跟这个 fireable 的 object 这三个。好，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东西都把它变成所谓的游戏元件哦 ，game component 之后，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把它分出来，就可以变成说，我今天去 create 一个 flying enemy， 它里面只要有两个零件，就是 collidable object 跟这个 flyable 的 object 这样。那相对来讲，有一个只会行走的敌人的话，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只要把那两块它需要的功能，就像积木一样把它塞进去，那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好，那 OK。前面是一个概念介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介绍。我后面会再用一些实例跟大家说明。那听起来好像这个 component based architecture 非常好，但事实上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在，就是它不能够拯救你的世界，就是你以为说用了它就能够让你的这个游戏变得很容易去做，然后很容易执行，然后一定不会一团混乱，当然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它还是会有它相对应的这个限制在。然后OOD 那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好事情哦，例如说你在这个 game component 里面，你还是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继承的架构哦，有一些积木，然后有一些跟它的子积木等等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能够把它结合起来的话，会其实会更好。那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变成一个 component， 这个很重要。有些人他用了这个 CBA 之后，他就开始疯狂的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 component， 那其实是丧失理智的行为。那尽量就是让那些很混乱的程式嘛，就是让它就是规范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就是有点像你规范一个红灯区哦，才不会让大家这个没事上一些什么奇怪的聊天室去找那个哦，所以就是有设一个区域管制这些混乱的，然后不要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封装成一个 component， 你最后会发现这些 component 反而会让你带来更多的困扰。好，
那你在用这个 Component Base， 你可能会需要一个编辑器或一个 Tool 来帮你做视觉化的工作，你才能够把你的流程变得比较顺畅。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Lua， 就是刚刚前面大家有听过我提过，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 Lua 到今年为止，到今年的七月是20年，20周年。当然，比起很多的前辈来讲，他就是算是小嫩嫩，就是他只是刚出生没有多久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那 Lua 它是一个在巴西那边的一个大学里面诞生的一个程式语言，就是在那边不是只有嘉年华会，那边的还有诞生这么棒的一个程式语言。那我本身非常喜欢这个程式语言，那从很久以前，就是大概从5、6年前开始用这个程式语言，用到现在，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非常符合游戏的这种，需要不停的去适应变动的这些特性，那它可以做得很好。好，那先来看看谁在用 Lua 啊？当然有在玩游戏的，大家可能都知道。World of Warcraft 这个魔兽世界，它是一个非用 Lua， 尤其是用在它的剧集那些 macro， 然后还有一些指令，然后还有在它的 UI 上面都用的非常凶，就是它用 Lua 这个东西。当然它的 Lua 是我猜测应该是有特制过的，就是他们自己有特制过的版本。那另外呢，就是 Angry Bird，Angry Bird 它当然也是它用了非常多的 Lua 在里面，包括那个关卡设计、它的游戏逻辑，其实都是用 Lua 去做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在游戏业已经行之有年，尤其是国外游戏业。那台湾游戏业在近几年也慢慢越来越多人用 Lua， 只是就是比较平常大家都比较少分享这相关 Lua 的技术议题，那所以今天这个机会，我觉得还蛮难得的。OK， 那Lua到底有什么优势？第一个就是轻量级，刚刚欧文有提到，那其实它整个 source code 就是大概20-30个档案，然后几百 K 就500K 以内的这个容量，那你编译成一个执行档，它是小于1 mega， 就是非常轻量级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的可扩通性非常高，你如果看它哪里不舒服，你随时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帮它扩充。把它原来的功能复写过去都没有问题，所以扩充性非常高。那当然它是跨平台，这个很重要，你就是因为 它其实是用 NSIC 的标准去写的，所以你只要任何一个可以 run C 语言的这个环境都可以 run Lua， 然后非常的稳固，这事情对游戏来讲是非常重要。那经过现在国际这么多的这些游戏大厂他们验证过，我相信 Lua 它的这个稳固性觉得是非常足够的，那它也是开放性很高的，然后它的社群非常活跃。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们要找一些开源的专案，大家都知道 SourceForge， 那 Lua 也有一个 LuaForge， 上面就可以看到大家用 Lua 去尝试帮你做到很多东西，很多功能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做，因为有太多人都已经帮你做。例如说你想要存一个 binary 的档案，你想要读写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想要用那个 socket 哦 ，Lua 这个都已经有人帮你包好这个 third party 的 library 哦，就可以在上面去找。然后像这个 Lua JIT 也是哦，它可以帮你编译在一个 for 特定平台的一个 binary 这样，然后就是牺牲一点跨平台的这个东西，然后但就是去换取更高的这个效能哦。那像这种东西都是有非常多的社群的人在 support。那但是Lua当然也是有那种缺点在，不能只讲它好的一面，不讲它坏的一面。就是大部分的 editor 就是可能都没有 support 这个，很大家程式设计师很爱用 auto complete， 你不用这个自己去记那些 function name， 那大家都会很依赖这个 auto complete。那可是现在大部分 editor 没有这么完整，然后你可能要跟你的 debugger 跟这个所谓 breakpoint 说再见，因为就是一样哦，现在的 Lua 的这些 IDE 没有那么好哦，没有，虽然有一些不错的解决方案哦，但这些东西也是有它各自的限制在。那所以你就是要开始大量去用 log 或者是用 print 把你的这些讯息 print 出来，那这可能会让有一些人觉得我好像回到了这个原始人的时代，就是没有这个 debugger 的帮助，那我要怎么去做出错的工作？
好，那最严重的可能是第四条，就是你再也没有借口，就是去，哎、欸，我现在 compile 一个专案，然后他需要花十分钟，所以我可以去跟我的同事去拉累一下，然后去泡一个咖啡来喝，然后去 Seven 逛一下之类的，不行，因为现在如果就是大家都知道那是 scripting language 所以你只要存档 run， 它马上就执行了，你就根本没有 compile 的时间。那这个对于程式设计师来讲，当然是有好有坏。哦，尤其是如果你的老板懂这个 Lua 的话，那可能会有点头大。好，那Lua 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的 naming convention 哦，你要非常注意，因为如果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如果没有特别宣告的话，你每一个变数都是全域变数，都是 global variable。那如果用习惯 OOP 的人就会非常的惊恐哦，因为都会觉得说这个很恐怖，所以你的命名规则要定义好。然后你的这个 garbage collection 要自己手动去做，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在你不想要的时间去做 GC。然后不要忘记要把你的 script 把它 compile 成 binary 的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就是明码的，就是这个 text file 这样子放出去，然后当然会再被其他人拿去利用。OK， 那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 open source 相关就是 Lua， 然后 Lua bind。Lua Bind 就是一个 wrapper， 然后让其他像 C++ 可以去呼叫。那 Boost 很多人喜欢用，那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这东西很恐怖。那会用它的话，就是因为 Lua Bind 是 depend on 这个 Boost。好，那我现在写游戏的话，大概就是用 C++ 跟 Objective-C 跟 Lua。可以看到大部分我跟刚刚讲那个例子不同，我大部分的游戏逻辑这些东西都是用 Lua 写。那 C++ 这边只提供一个基础的这个框架。好，给大家看实际的这个程式嘛，大概就是长这样，非常简单。我今天定义了一个 player 这个 gain object， 它里面有三个元件。第一个 transform 的这个元件定义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坐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quad， 就是一个矩形这样。那矩形它可以定义它的长宽、它的颜色。那第三的话 ，bounding box 就定义我怎么跟它碰撞，就是它碰撞的范围等等的，就这样子，三个元件就可以做出一个游戏的game object。那这其实很大，就是很大要归功于这个 Lua 它很厉害的这个结构叫做 table。那这个 table 这个结构的话，就像这样子，很容易，你就是有点像是在用一个 key 去索引到一个 array 这样子。那这个 key 你可以随意的去做，这个 key 可以是一个字串哦，可以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可以是一个 function 哦。那大家都知道，它如果它其实是算是一个 function programming language 哦，那 function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那我只提一个，就是你可以把 function 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变数。存在一个 array 里面，或是把它当成参数随意的传递，或是把它当成一个 return 的值，把它 return 回来，光是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帮了程式设计师非常非常大的忙哦。那我知道现在 C++ 其实它新的标准可以做这件事情。OK， 那实际上程式嘛就有点像这样子哦 ，initialize 的时候我只是去做一些 create 的动作。然后设定一下它最初的这个坐标，然后设定它的这个 color 哦。那我去索引每一个 game component， 就是用它的字串去索引这样子。然后在 update 的那个 loop 里面的话，就可以去对它做 update 跟 render， 然后判断碰撞的动作。在一般传统的这个物件导向时就是这样，一个 game object 就是这样依序的去 update 它，依序的去 render 它。那在这个 CPA 的架构呢，我们就可以跳过，就是每一个 game component， 它可以自己决定它到底要不要需不需要被 update 或需不需要 render 功能，有些可能不用，那你就可以跳过，那其实是弹性非常大。那对于 game object 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 container， 它是一个中性的，就是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容器，它只是把它的功能只是管理这些 component， 但它不用知道这些 component 在干嘛。哦，这个就是很理想无为而治的一种，大家可能都希望有这种主管这样哦，你可以，他可以不用知道你在做什么，只要每一个人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然后底下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 component。
好，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factory 用 factory pattern 然后你可以去建构你自己的 component 的这些 template， 还有 game object 的这些 template。那这些 game object 的 template， 当然它就是跟游戏相关的。今天看你的游戏需要什么样，我今天游戏需要一个会飞行的一个敌人，我就去建一个这样子的 template 出来。所以这是跟你的游戏相关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再把一个值，哦内插内插这个值，哦然后让它做变化，我就可以用这个值去内插它的 alpha， 或者是它的这个 scaling 的值，哦去做到放大缩小，或是那个alpha 的这个变动。好，那在记忆体管理方面的话 ，Lua 里面会产生这些 component 嘛？那我的做法是在 C++ 里面的话，才是它真正的这些，例如说它的绘图基底所在、哦、然后在 Lua 里面只是去参照到 C++ 里面的副本、哦、所以真正的 memory 我是交由在 C++ 端去做管理的。好，那像我再举一个应用，就是在 UI 的部分、哦、有很多 widget、哦、这些大家都知道会有很多 widget 存在，那这些 widget 它也会需要这些功能，它需要 render， 它需要可能需要移动，然后它可能需要放大缩小，可能需要这个淡入淡出等等，这些工作其实什么他们都可以用相对应的 component 来做到， sprite motion transform 跟这个 fade 的 component 来做到。好，那所以我一样在 Lua 里面我可以去定义我的 UI， 然后它里面的 widget 它一样是有很多的 component 去帮它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就可以看到一个 button 的这个 widget， 那里面当然也要有接收 input 的方式，然后但是它相关的显示，然后它的一些其他动作就可以交由 component 去做。好，所以 Lua 加 CBA 真的就是百分之百 awesome， 就是猴塞的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就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接触看看这两个东西。好，那 OK， 我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来做 demo。好，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实际的范例，想要看到说游戏的逻辑，整个游戏逻辑层是吗？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Lua 写的，那实际上执行效能到底怎么样？当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作品，我帮你找我山系列，还有这个勾玉忍者，那勾玉忍者之后可能会之后再之后会变成免费，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再下载。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去真的用 Lua 来做游戏的话，你们可以去用 Corona SDK， 它是免费可以下载。那如果你们想要用 CBA 去做这个，去尝试看看的话 ，Unity 是一个 CBA 架构的 Game Engine。那但是有没有 Lua 加 CBA 的这个游戏相关的东西可以用呢？好，那就是目前我正在用嘛，好，就是自己写的这个 framework 这样。好，那我们正在招募这个 Android 的 Engineer，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我接触。好。然后 OK，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开心的写你们的程式哦。好，谢谢各位。非常感谢。